大家好，我是桃子姐，今天焯个鸭下水。把鸭子菌根儿要用热水泡一下，才刮得落了里头那个菌块。加点料酒，加点盐。还用力的揉，把老黏液揉出来，清水冲一些。再把这个菌块轻轻的一刮就掉了，用热水泡泡的。那鸭子菌块不像鸡菌块一样，得得一撕一哈子一块都掉了。菌块把它整成白筋，要撕，撕了小娃儿才咬得动。锅烧了，倒入菜籽油，再放点猪油，再放入花椒、大料、老姜、干辣椒、葱白，再放入鸭下水。等下你提下蛋块，放点盐，那包不包人来了好吃。亲姐姐帮你要了点饭呢，他不要就干嘛？